是最开怀。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，又像那万紫千红一片海。哗啦啦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，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。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，你是我天
飞了。我听见你心中动人的天籁，登上天外云霄的舞台。这个啊，亮灯仪式 MVPCC， 这个每一个灯啊。亮起来就代表说对盛港男的祝福，对你们的这个啊、well wishes。 所以呢，简单来说，这个是一个啊、大家都一起见证的这个啊、仪式。那当然呢，在我的左手边可以陆陆续续看到很多小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舞台上。放心，他们绝对不是我跟我老婆的儿子，我没有办法生这么多个。但是虽然我很喜欢小孩子，我还是要说一下，哦，妹妹你们要小心哈，不要太前面哈，好不好？啊，因为掉下去，你有没有看过？就很像那个啊豆花啪下来是一样的。Hello， 妹妹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乐恩。乐恩啊，乐恩你几岁？五岁。你还要想这样久啊？一到五只是一二三四五哦，我这种想半天呐、So block 535 and representing them we have a group of wonderful children and so please 大家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？ The Mongolian dance, ladies and gentlemen。
我很喜欢小朋友，我一看到小朋友我自己就会有一点走火入魔的，哎，因为他们永远都是最纯真，然后永远都是最天真无邪的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一个好的小朋友，我们要从小就给他对的教育，对不对？这种就是从小训练胆量，给他们机会站在舞台上，啊，好不好？我们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再一次来点掌声送给他们，好不好？鼓励一下他们。哎，谢谢 ，Thank you so much，Thank you。啊，说到。Merry come， 自己 Merry。